Project Tenacity Perspective Series is a series of inter-episodes between our interviews. In this series, we will be sharing som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we found. It could be interesting quotes, books, or YouTube videos. We certainly hope this series will share something fun for you to explore over the weekends, and perhaps help you on your journey professionally and personally. We don't plan to deploy extensive marketing materials for the series and the podcast. This is just a project we put together for fun, while hoping to help some of you out there navigating in the business landscape. That said, we'll certainly be very grateful for all your beautiful people to share our podcast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你有想象过有一天你能够有效控制你的情绪吗？不让怒气剪断理智线，不让悲伤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今天要介绍的书叫做蔡康永的情商课，为你自己活一次。这本书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处理情绪而诞生的。相信大家对蔡康永不陌生。除了作为《康熙来了》的主持人之外，他同时也是一位作者和导演。我自己是从《真情指数》这个节目开始接触到蔡康永的。从《康熙来了》到他的第六本书《L.A. 流浪记》，我都是他的忠实观众。《L.A. 流浪记》里面记录了很多他在美国 UCLA 求学时段的光怪陆离的经验，也可能成为后来我到 L.A. 念大学的一部分原因吧。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说回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蔡康永的情商课，其实维持了他在说话之道里面的写作风格，用了许多的小故事来传达他的想法。以下我挑了两个章节和大家分享。要做好一个人，当然要能够辨认当下的自己，正处在什么样的情绪，从而渐渐了解自己，然后一步一步的具备安放情绪的能力，这就是情商。如果说上期介绍的书《被讨厌的勇气》是教导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目的的话，这本蔡康永的情商课应该可以形容为教导我们如何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情绪，如何处理我们的情绪，来帮助我们有效地往各自的人生目的前进。打个比方好了，现在我们买车基本的被动式安全配备，比如说气囊、ABS 等等，都已经是现代汽车的标准配备。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主动式安全配备，叫做车道维持系统。这个系统是自动驾驶体系当中的重要模组，它会在车辆偏离路线车道的时候及时介入，警告驾驶者，并且及时修正方向，维持前往目的地的路线。而情商就像是这个车道维持系统，在情绪让我们偏离方向的时候，我们的情商会及时介入，修正方向，维持前往目的地的路线。然而，就像所有的系统一样，情商是需要不断的练习的。好比 AI 除了算法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数据来完善它。在我们面临悲伤甚至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能够让情商介入，思考如何修正自己，继续前进。这本书很适合不想直接阅读哲学类书籍或者研究类的书籍的听众们，很适合在有零碎的时间拿起来阅读一两个故事。第二个章节
是在书中的偏后段部分，让山是山，让我们是自己，不是别人塑造的我们，而是我们塑造的自己。这一句话又回到了上次我们介绍的书《被讨厌的勇气》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你能够决定一件事情、一个人或者一种情绪对你的价值。只有透过不断的审视自己、修正自己，才能够不断的适应、不断的进步，朝着目标前进。其实这本书里有很多很多的小故事，所以如果阅读的太快的话，很容易会没有办法持续抓住重点。但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这本书也与一般读者的生活更加贴近。很多时候我们读书其实没有办法记住整本书在说什么，但是却对它的某一个章节记忆深刻，所以听众们可以轻松读、轻松看，找到自己喜欢的章节，或许能得到一点感动，做一点改变。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书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部分叫做康永的序，这一篇序把他想传达的重点直接的呈现出来。如果有购买这本书的朋友，不妨在看书之后重新阅读一次康永的序。最后提醒听众，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这几个周末有空，不妨到 Indigo 走走，或许随手拿起的书能够为你带来一点点的改变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